你给我老实一点，再来一次，我非被你整出什么毛病不可。我先走了。干嘛？有阴影。少废话，够过来。我就不过来，怎么着？你不过来是吧？那我过去。丑话先说在前头，今晚你不管整出什么幺蛾子，我都不会再上当。行，那容我想想还有什么幺蛾子。你给我老实一点，再来一次，我非被你整出什么毛病不可。钟姐。下雪了。灰汹涌的屋檐，真的哎，居然下雪了。是随着月光蔓延，思念缠绕的房间，走不出迷人的幻觉。雪天路滑，我不敢骑车送你回去。你泡完澡就在这睡吧，缺什么明天早上我给你带过来。你自己做的。闲来无事。口是心非。
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想我了？陈麦冬，我真不是个轻浮的人。我知道。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谈了一个男朋友，各方面都挺好，但当我们第一次想亲密的时候，他那表情明显是被我的腿吓到。我刚做截肢手术的时候，家里没钱，还没彻底愈合就出院了，接受腔也不合，伤口感染发高烧几乎死掉，所以残肢端长得很狰狞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的假肢了。所以陈麦冬，我之前在你面前都是虚张声势的，我没和任何人发生过亲密关系。这没什么丢人的。我从事现在的职业以后，也没怎么跟人亲近过。庄姐，我想清楚了，知己、恋人或是情人，什么都好，只要能在一起，可以不论天长地久，因为是你，我可以。陈麦冬，你要不要回来？